小龙没来。啊。哦，我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？再有两个月，我是可以回家的。嗯，你在里头咋样？哎，好人好人。身体没啥问题吧？没有。好。我这两天晚上高兴的都睡不着觉。这几年啊，我在里头总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好好干，好好表现，争取减刑，争取早日回家跟你们团聚。哎呀，这一天总算让我盼到了。他们一下给我减了六个月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嘛。哎，我都想好了，等我回家以后啊，我把咱我地好好收拾一下，那块撒地还得跟我留着，我还是要种西瓜的。其他的地咱都包出去。小龙年纪也不小了，说话就该结婚了。我回去以后啊，准备把咱我老房子好好给他翻新一下。梁二楼，我已经把房子给卖了。你把房子卖了？啊，那不在农村过了，进城啊？进城也好，我没有事，我可以在城里头打零工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能找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。你以后还是不要心安门了。小龙毕业了，要留在贾林工作呢。俺俩要搬到贾林去。这些年，我以为你的事让人看不起，受了多少委屈。人都说他爸是个杀人犯，他在咱屋现在就没有办法生活嘛。哪个正经人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他？以后是你过你的，俺俩过俺俩，不要再联系了。你出来也不要去寻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只要你俩过好，我啥都行。